终非友好穿越时空，跨越山海，薪火相传。2000年，中非合作论坛成立，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。24年来，特别是新时代以来，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实亲诚理念携手前进。我们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，手拉手，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。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，壮体魄，累累硕果汇集中非亿万百姓。我们在大灾大疫面前同甘苦，共拼搏，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。我们始终相互理解，彼此支持，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。